主料：猪后腿肉120克，香干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青椒、红椒、蒜头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一青椒、红椒、蒜头切碎备用。二猪肉、香干切薄片。猪肉再用热水过一遍。三热锅下油。四加入蒜头爆炒。五下入香干、猪肉、辣椒，大火翻炒。六辣椒炒至变软后，加入适量的食盐。七翻炒均匀后，加入适量水。水开后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猪肉过了一道水后，会更有嚼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